其实我们已经经历水平时代两年了，当然它是用疫情的方式来展现，但它就是在颠覆我们过去的旧世界。大家也体认到婚姻并不是爱情修成正果，它其实是要用更成熟的心态去面对的一种责任。我觉得这一切都在加速我们思考什么是家。